我是毛德华，我在浙江，我在嘉兴，我在吃橘子，准备啊，和你们拍这个嘉兴的城市建设，走。窗外啊，就是嘉兴了，放大给你们拍。这个路口还是比较宽的，双向八车道，不止啊，这里有十几车道，双向十二车道，太厉害了。这种规格啊，一般地方你还真见不着，只有在嘉兴比较常见这种规格。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楚，放大再看一下。远处啊，是一些楼房，是今天能见度不是很高吗？感觉放大了呀，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随意拍一下。最近啊，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，半冷半热，所以啊，能见度要差一点。不过这高楼大厦我是看到了，有很多高楼，一排排的排在这里，非常厉害。还有很多高架，好几个车道，车道非常多。一般地方呀是没有这么繁华的。厉害了嘉兴，再给你们拍大路口，厉害了。